是我们的老年人搞活动，我们春游，我们就带着老年人一起春游啊。来自何方？我们是来自江西，退休回沪的老知青。老知青，就是简称就是易退知青。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群里面，大概有30个人，我们一起到这里到桂林公园来进行游园。游园啊，踏青这样的。踏青游园。踏青游园。来来来，这位阿姨来说两句吧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春游，来踏青，来游玩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好。桂林公园的那个景色很优美的，我很喜欢的。所以我们老知青呢，虽然那个也贴那个好像工资少一点，但是我们这样在群众的底下，我们很开心的。啊，我谢谢你了，知青抱团一起享受美好生活，一起活动也是很开心的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今天天气好，出来聚一聚，开心开心。是吗？今天在座的就是我们江西反复的知青。53年前，我们从上海各个区、各个街道奔赴江西的兵团，有的地方有的人插队。那么今天呢，又隔了那个几年，隔了53年。可能你们是江西里面的五湖四海的。我们江西对对对，江西省里面的各个地方的人都有，各个县，因为我们各个县江西省的都是我们上海下放到各个县城去的。对对。知青，相隔53年了。我们去的时候还很小很小，我们才16、17岁就走了。我们17岁，对吧？有的时候70岁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是老年人了。知青的这一代，69届，在上海来说是最后的一届出去的，都上了70岁了。啊，都70岁了。我看你们的精神状况很好啊。我们虽然年龄已经70，有的是70多了，但是我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挺不错的吧？应该说我们的精神面貌好像还只是在60多岁的样子状态，对吧？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因为我们呢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心态呢很好。因为我们虽然在外面工作呢，因为外省市的工资待遇呢是比较低一点，工资收入比较少一点，但是我们回到上海以后呢，我们的精神面貌还是可嘉的。因为我们最需要的是精神的慰藉，对吧？精神好了，我们的身体也好了，我们身体好了，我们心情也更好了。心情好了，我们都健健康康的，是吧？健康了，我们就减少了很多很多的麻烦，也增添了这个幸福的指数吧，应该这么说啊。健康就是财富 健康就是财富，因为我们有了健康才拥有一切。如果我们没有健康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对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趁着天气挺好，开了春嘛，春天来了，大家的心情也特别好。所以我们老年人呢也抱团在一起，我们释放自己的好心情，是吧？我们来到公园里面来游园一下，增添我们的感情，我们呢集体在一起玩一玩，游一游，交谈交谈，啊，切磋我们的感情，增进我们的友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还这样的活动呢还是很需要的。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，衣食也不是很主要的，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精神的力量，精神的愉快。所以只有精神愉快了，我们才好，我们的日子才幸福。你很会说啊，你原来可能从事的工作在江西从事工作可能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吧。有能力的，我当过老师。是。今天嘛，也是不管怎么说吧，看得起病或者看不起病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在一起，大家知青都是一起回来的，我们感到很开心，就出来玩玩吧，散散心，提高自己的生活指数吧。亲朋友们大家好，原来呢那个知青票上上天入啦，我们说常过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想了，就想今天出来放松心情，接受大自然的那种新鲜氧化，锻炼身体，好吧？今天呢召集人带我们出来玩的，我觉得心情很好，放松心情，接受大自然，这是一种喜悦的心情。好，很好，谢谢啊。大家今天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。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，大家出来玩一玩，机会玩一次少一次，对吧？对。因为我们必须要在保证健康的情况下，我们还可以每年春游啊、秋游啊，大家能够再相聚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这样吧，到此结束。期待我们的下一次相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江西的
这个插队落户的五十年之前的小朋友们。哎呀，你说听你讲，能老师，好吧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这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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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